迷糊不同意爸妈离婚了，迷糊相信说话了。我四哥不仁义，也别怪他姥爷不仁义。从此以后，老四和小石榴，啊，他俩。离婚啊，四哥呀、啊，你跟小石榴离婚，你愿意吗，老师？啊，老师，你跟小石榴你俩离婚吗？你愿意吗？啊，老师，愿不愿意，老师？啊，离婚吧。跟小石榴，哎，你看小石榴一样，离婚吧，你俩行吗，石榴？你俩谁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离婚？同不同意？石榴，你同不同意离婚呢、哦？老师，你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嗯？嗯？你说什么？哎，行了，不离。哎呦我的妈！别说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不离。逗你玩的吗？这不是？明天给老师整个离婚证。老师说的同意，老师说同意吗？家人们，你们确定了我四哥说的是同意吗？家人们啊，大家给麦续上好吗？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一号麦 seven 八顿小老四啊，家人们啊，咱 seven 八顿小老四，大家点点关注啊，8897个粉丝，咱给点到9000，大家们点点关注。啊，二号麦妥妥先生啊，家人们啊，也是我四哥的父亲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看我四哥的父亲，你们可以给二号麦咱们点点关注啊，妥妥先生啊，主播榜单一号麦，妥妥先生妥妥的啊，二号麦咱给往上搂搂关注，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四哥生气不离骂街了，石榴不同意。啊，老爷帮石榴办离婚呢、啊？我当时当初我亲手给老四他们俩啊办的结婚，现在又让我亲手给他们俩办离婚。哎呀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真是不舍得呀！啊，拉倒吧，咱就睁只眼闭只眼得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四哥都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得了，别说了，啊，娶俩媳妇挺好。但是足以看出来啊，小石榴现在的确不受宠了，家人们知道吗？咖啡的确现在不受宠了。那腐妞发完情之后，我相信我家腐妞还会受宠，还会受宠。亲一个，老师亲一个，老师亲一个，老师亲石榴一个，老师亲石榴一个，老师。问石榴同意父母离婚吗？明儿明儿懂个六啊啊！你同不同意明儿啊？啊？明儿来问你啊，你同不同意父母离婚呢？你骂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坐下，明儿你坐下。明明坐好了，来问你，你同不同意你爸妈离婚？什么？啥意思啊？他啥意思啊？啊，不让，老师不让，是不是？老师小明不想成孤儿啊，明儿你想不想离婚？让爸爸妈妈离婚，你要不愿意吗？求我了，不愿意。你别哭啊，明儿啊啊，求我不离婚呐啊。你给明儿急坏了，你说啥明儿？你别哭啊，明花，你别哭，明花。
你又想打我去了，牛啊牛啊，让你爸跟你妈离婚行不行？这你说小迷糊啊，他不想在笼子里边，迷糊气哭了，这给气的出来打你，就是不会说话，说话真是在说话，他就是听不懂。你说小迷糊在说啥呢，咱揣测一下子。迷糊啊，你喜欢老爷不？迷糊喜不喜欢老爷？你那不吱声，你看不吱声，你看这你爸妈离婚吧行不行？以后不要你了行不行？迷糊以后不要你了，迷糊行不行？迷糊不要你了。迷糊迷糊是饿了该吃饭了。迷糊该吃饭了是不是？迷糊吃饭呢？吃饭不？迷糊不是饭的事儿。迷糊吃饭不？迷糊爸妈不要你了，迷糊不要你了，迷糊不要你了，迷糊啊，你成孤儿了行不行？迷糊你成孤儿了以后啊，没人喜欢你了，不要你了，迷糊说别说了，你说的他心里难受。你看小迷糊就哭了，迷糊啥叫做吃饭吗？迷糊吃饭吗？迷糊你咋不叫唤你啊？他想说啥呢？迷糊想说啥？迷糊你想说啥呀？爸爸爸妈不要你啦，不要你啦。小迷糊他指定说话呢，小迷糊指定在这说话呢，只不过是咱听不懂，家人们你们承不承认啊？小迷糊指定在这说话呢，咱听不懂，知道吧？他都哭了，别这样说了，迷糊都能听懂。你爸爸是好狗吗？迷糊啊，你爸是好狗吗？啊，迷糊啊，你爸是好狗吗？迷糊啊，出来玩吧，迷糊来，出来玩吧。嗯，我看迷糊第一件事干啥啊？他要吸引谁？我看第一件事，我看迷糊第一件事在干啥？操！你爹他竟然跟你想跟你爸抢媳妇儿，来，你看，家人们，看小迷糊出来第一件事干啥？啊？他第一件事竟然行，他想跟小石头抢，跟老四抢媳妇儿玩，行不行？看不着？不行，我跟他说我要把我爸媳妇抢跑。我就是皮蛋不让出来了，家人们，皮蛋子，啊。皮蛋不让出来，皮蛋不行，家皮蛋放出来该挨咬了啊！请大伙谅解一下子啊，家们啊，咱谅解一下子啊，皮蛋实在是不行啊！皮蛋子啊，皮蛋在里边好好的啊，皮蛋子啊，
尿检什么？怎么了？不放皮蛋出来了，家人们，不放皮蛋出来了啊！我怕大伙说对皮蛋不好啊，皮蛋出来挨咬，老四肯定会咬他啊，所以就不让皮蛋出来了啊！来吃饭了。